信三天的时间到，哇，大家都下来了。迄多出事的嘛抱落来，迄老甲袂行，阿公阿妈平时拢无人要甲伊拖落来吼。哇、哦，这个时阵大家硬挨嘛甲挨落来，挨来为着要领迄包盐，甲迄包米。即卖落来的时阵吼，哇、哦，大家就争先恐后，一堆人拢想要较紧领领咧，要较紧登去山顶。哎，迄日本警察就甲讲。没有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！每一个都有，你们排队一个一个慢慢来。嘿，几个人排队哈、哦？哇，自动排成五排。我这个警察觉得奇怪，我都没有编队，你们怎么会排成五排哦？好，没关系，有排就好了哈。来来，第一排先来，先问姓名啊，问年龄啊。哇，那个姓名他讲的哩哩噜噜很长啊，他就用罗马字给他拼起来。然后呢，问年龄，问好以后，问你住在哪里？哦，这边。呢，我拢比远远一粒山啦，啊，规排人拢比同款一粒山，哇，这种，哦，哎，日本警察开始就烦恼，做甲遐远的山，即第一排领了，换第二排，第二排佮问姓名、年龄，佮问你住伫底，哇，佮比隔壁这粒山，哦，就第二排的领完以后，又换第三排。第三排的啊，姓名、年龄问完，你住哪里？哎，又比另外隔壁一座山。哦，现在第三排领完，换第四排了。哇，又问啊，问年龄、姓名啊，你问你住哪里？哇，比那边去露露温泉那条山啦，嘿，咱嘛打星星大，一家之欢那边那条山。哇，起码得个换第五排，都干那第五排吼，住伫河的对面后边那条山，哎，那排吼。迄即马，即马，阮嘛有去甲翕相，遐有一个吊桥呢。较早日本人啊，特别为着迄个部落的人吼，做一个桥要互因过来。只是迄边迄个桥无咧修理，已经一定迄崩啊，一定烂去。好，他就五座山吼，哇，那个警察就告诉他们说，哎，我做警察又兼做护政人员，兼做医药人员，兼做教育人员啊！我要爬到那么多山，我命都休了。你们哈、哦、也没有很多人啊，为什么要分五座山呢？你们为什么不大家做一座山不靠坡哈、哦？啊，那个布农族就给他讲说，我们是打猎，我们为了打猎，我们一个家族。一个部落就一座山，那是我们的猎区。我们的下面的动物打扫了，我们还要迁徙到上面。哦，上面的动物打扫还要迁徙到山的那一边，我们不能说隔壁山的比较近，我们去给他打猎。哈、哦，哦，那猎区不能互相侵犯，不能去打别人的。哦，这个是摩拉克以后。你们现在看到河床哈，是莫纳克以后才有这样。我以前哈，我们的水是很漂亮的那个蓝绿色，穿梭在大石头之间，没有这样的沙石。啊，看着这个都会很难过。可是现在已经向现实大环境认了啦，就接受它了，就不必难过了。但是真的以前是很漂亮。如果你们看看以前的乌鲁加谷的部落格，就很漂亮的那个。水穿梭在大石头，我很清楚，它也不会搞到水塘，所以马上就会跟它的水会汇一下，转了弯的哈，它都没了，没关系的哈。那个地方在我们的那个河Thank you.